哎呦，谁可以治疗我的强迫症啊？你自己。你们需要什么帮忙吗？Hello， 我需要你跳舞的时候可以代表我。不行啊，四姐妹要一起。大家不要那么怂好不好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哎呀，这位高手真是佩服您啊，不仅是会功夫，赶快夸高手两句，快点。连洗碗这活儿您都能做得那么好，哎呀，真是令小的佩服佩服。捶捶背，快点。不错不错。你确定一边吃饭一边捶背吗？啊，留到喝那面疙瘩汤的时候你再捶。这样够不够？可以可以。而且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长得很知性漂亮的女生，你做的节目都很有意义。我怎么这时候又变成女的了呢？我因为夸奖，我希望多面向。那这个就交给大侠了。你真不让人。他自己当然不让，说那手套给我。不是，我说你后面讲的那番话跟前面。你很疯哎。要不要先睡一下？昨天叫你睡你死不睡，还一直我说你一定要我陪你吗？然后我说现在也够晚了，你也可以睡了。他说又玩手机，说哎又不能看韩剧。我说滚。然后他还在说什么？我说滚。他说你说我可以出去啊？我说对。出去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我有先知会了。你跟麦克结婚的时候，不是说你要是敢在麦克面前放屁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啊，好正常哎，在另外一班面前排气应该还好吧？哎哎哎哎！啊，我觉得我等下会排泄。嗯 ，good。你放屁的时候不跟人家讲，排泄的时候为什么要大肆宣扬？我刚刚搞反了吧？我刚刚放屁的时候，我不是说姐妹们我要来喽？谁知道你要来什么、啊？没有，你刚刚没有说那么长。对啊，你说哎，不好意思，好像类似这种。他没有说不好意思，他说来了来了，哦，这一类的就来了，就来了。谁知道谁要来啊？他要来什么？他来的东西可多的呢。哎呀，你煮水要干嘛？我要泡那个拉屎茶。他有拉屎茶哎，他泡给你喝。对，因为他说他也想拉。可是他说那个拉屎茶4到6小时才会起作用啊，4小时就可以了啦。你要不要试试看梅精？梅精多久？我觉得还蛮快的。哦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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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想要就是泡水还是就含着它？含着，含着就行了。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梅精。哎，我想要含哎。好，这个汤匙是可以用的哈。对。没有用过，没有用过的。那你还要不要喝那个茶？那你还要不要喝那个茶？所以偶像，你还不要喝这个茶？我怕我到时候再拉到虚脱。慢慢的那个、哦、慢慢给他就吞下去啊。我就叫你慢慢含着。不是，他没办法含啊，他就是会往下流啊，就是让他。那我也可以含一口吗？可以啊，那我拿，我也要含一口。不同的条根，我也要含一口。好，哇，这个好了好了，强迫症又犯了。
好吃吗？不是只有酸而已耶。嗯，不是哟。哦，那也太夸张了吧。哦，然后就配水，最好有温水还是什么的。我先下面的先。我一点都不夸张，因为梅精我常吃。不是，因为我在啊哦，你看这个真的，你们真的很夸张哎。那你们以后万一吃到屎怎么办？那就硬咬牙隐婚啊，除非偶像先吃到屎，不然我也不会跟进的。嗯，哎呀，你现在在配合在那个茶，嗯，哇，哎呀，你好猛哦！哎，你只泡了一杯啊？没有人说，所以你要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以为你泡给他跟你，因为他不要啦。好了，你要吗？我要了，我要了。哎，偶像刚那么爱善变，好不好？哦，没关系，我再去拿一包，然后顺便我也决定完成。不要这样子！哇，哎，梅精吃下去会觉得头晕哎。梅精的力量怎么？梅精怎么会头晕啊？喝一点水。哎，可是如果反应比较慢的人，会不会到明天我们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慢呢？这边会。你有觉得吃梅精头有点晕晕的吗？对啊，我刚刚就讲什么？我不知道哎，为什么吃梅精会头晕？那你们会不会觉得眼睛变得很清楚？就觉得晕，有一点呢。就是本来眼睛会糊糊的，现在看东西会觉得。有眼睛亮，对啊，眉精真的很厉害，我快要成精了，我觉得。会不会太夸张啊？真的不会，我第一次吃的时候也是。然后 I want to get high, I want to get high。那我要再多吃一口。真的吗？我想看远一点。切。啊，看我们谁先打出来。所以眉精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梅精作用很多，就是它就是让你的身体变碱性的，然后当然也是帮助排泄什么什么，反正就是。那艾雅就不行，因为她吃她本来就是碱性的，然后再更碱，她是整个变碱性人。那你就变电池，难怪我这么有劲儿。对，我觉得一开始想说，还是我们先有音乐了。用电脑听了，没有了吧？走，我们走走，我们四个人一起走走，我们是朋友。每一张脸，一句点，我们早就不明天，我们要去缅甸。写不出岁月观察的剧本，去遨游，飞上天点燃的 fire。Sometimes you should go something I don't know。 副歌是一定要一起唱吗？不一定嘛。去了美丽的港，充满了无惧的力量。我们仰头向着光，这边我们可以用念的，嗯，向上时光，然后等你唱，我们念。所以副歌大家一起唱，再一次，好，第一句那个你先唱，我们看抢拍的那个走，三四，走我们走走我们四个人一起走走，我们是朋友，好。走走走，我们走走，我们走我们走走，走我们走走，走我们走我们走走，我们四个人一起走走，我们是朋友。我只会唱。一次 repeat 哦。走我们走走，我们四个人一起走走，我们是朋友。对。你一张脸，一句天，我们早就不缅甸，我们要去缅甸。记不住岁月的他的剧本，去遨游，飞上天点燃了 fire， 冲着大气层飞是，对，冲着大气层飞，冲着大气层飞驰是，这个一句，然后时间冻结，冲着大气层飞，世界冻结，对，然后那个时间是，时间，时间，时间冻结，对，有那个时间冻结，冲着大气层飞。我们逆转了一切，冲着大气层飞，世界冻结。我们逆转了一切，世界美 so exciting。宇宙绕着我们转，宇宙绕着我们，宇宙绕着我们转。
洗不出岁月滚的剧本去等等，洗不出岁月滚他的，对，洗不出岁月滚他的剧本，洗不出岁月滚他的剧本，滚他的剧本，滚他的剧本去遨游，是，对，洗不出岁月滚他的剧本去遨游，哎，不对啊，不是，洗不出岁月滚。水管洗不出水管，结果水到处冲。洗不出水月管他的剧本去。Yep. 啊，又点燃了天，飞上了天，点燃了。我也忘记，我突然从这一句开始，我们还带跑了。走，我们走走，我们四个人一起走走，我们是朋友。每一场恋，一句甜，我们早就不腼腆，我们要去缅甸。洗不出岁月，管他的剧本去遨游，飞上天，点燃了 fire， 冲着大气层飞，时间冻结，我们逆转了一切。世界美 so exciting， 宇宙绕着我们转。觉得我们在宇宙搞怪，他觉得我们很可爱，这世界让我们充满了爱，这旅程是我们的 first time， 跟世界没旅行才够 high， 看你敢不敢。 Sometimes you should go， Sometimes I don't know something。 Sometimes you should go， Something I don't know。 然后你 keep 唱刚刚旋律。 Something you should go，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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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我们的少女时光，嗯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字还是打错了。先吃个原味的。哎，那这件冰回去了，有关紧吗？啊，有。嗯，好，因为它那个这瓶有点漏，就大家就要吃就尽量吃，就不带回去它。嗯，对。我已经累跟饿到疯了。我发现你也是属于无辣不欢的。对，我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从小家里就吃辣。那西元还好哈，然后没有一定要追求。我一定要，我吃很辣啊。嗯，但我是不是只吃辣椒的？我喜欢大蒜。哦，大蒜我也爱。反正那种新香料都很爱，还有那个花椒我喜欢。嗯嗯嗯，啊，我下次做一种不丹的辣椒给你吃，是加 cheese 的，很好吃哎，拌饭。你们有吃？你们应该有吃过。山椒，就是小的吗？那种？有，它有柚子山椒粉，然后它的粉是就绿绿的吧。绿绿的，然后很香，很好吃。哎呀，谢谢帮我们煮面，小事。爱你。嗯，好吃，还有好多包会。我真的长大才发现，如果到一个地方最想念的就是面。你是面人还是饭人？我小时候是饭人，长大就要变面人啊，会变。现在真的很爱吃面。